你们好，我叫 Tim Grant。今天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 Justin Bieber 给我们他的新的歌曲《What Do You Mean》。他好久没录制一个新的歌曲，他录制一个歌曲《Where Are You Now》，但是我不太会支持那个歌曲，因为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，他们都说。哦，这是不是 Justin Bieber 的歌曲？这是 Skrillex 跟 Diplo 的，就是 Justin Bieber 唱的。我喜欢那个歌曲，因为 Justin Bieber 唱的。我不在乎 Skrillex，我不在乎 Diplo，所以我怎么会支持那个歌曲？我想支持 Justin Bieber。如果他们说不是 Justin Bieber 的歌曲，我不会支持。第二个原因是那个 B 真的烦人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嘟嘟嘟嘟，不喜欢。但是他的新的歌曲，今天新的歌曲《What Do You Mean》那么好啊，没就是只是 Justin Bieber，没有别人。Justin Bieber，只是 Justin Bieber，所以开心。然后没有一个烦人的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他的唱歌那么好。OK，Justin Bieber 永远唱歌那么好。我觉得如果他尝试唱个不好，我觉得他不会，因为他不会唱个不好。有些歌曲，Justin Bieber 的歌曲我不喜欢，但是他的声音很好，就是我不喜欢那个歌曲。一个例子，我不喜欢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是《All That Matters》、《Yellow Rain Jacket》，有些我，但是我喜欢好多 Justin Bieber 的歌曲，就是有些我不喜欢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他改变了他的态度，他的以前的态度是哦，不，真的是粗鲁的，但是他改变了，我觉得他现在更开心，所以我也更开心，So，非常谢谢看我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，你可以订阅我的节目。我每个星期录制两个中国话的视频。你也可以加我的 Facebook。如果你在大陆，你不可以用 Facebook，你可以加我的微博。但是 Facebook 是更好的。好的，我叫 Tim Grant。请告诉我，你觉得 Justin Bieber 新的歌曲《Where Are You Now》怎么样？你觉得好听不好听？Yeah，我真的觉得好听，真的觉得好听。并且我想你们告诉我，你的最喜欢的 Justin Bieber 歌曲是什么？我想知道。What do you mean？Cause you're running out of time, what do you mean? 哈哈，再见。